主料：猪瘦肉150克，芹菜100克，辅料：姜、油、盐，鸡精一勺，生粉一勺，料酒：红辣椒30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准备瘦肉、芹菜、姜。瘦肉洗净切片，芹菜洗净切斜刀，姜丝、红辣椒切圈，生粉水待用。瘦肉用适量盐、鸡精、油、生粉、料酒拌匀腌15分钟。锅热加油，放姜丝炒香，放瘦肉下去煎炒至变色，加入芹菜翻炒几下，加入红辣椒翻炒，再加入少量盐、鸡精翻炒匀，加入生粉水大火收汁，完火可以出锅了。烹饪技巧：肉片炒变色后加入西芹，过程要大火翻炒两三下，就要放入红椒圈，后也是翻炒两三下就放盐、鸡精、原生粉水收汁就好了，整过程要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